过去犯下的罪业。周女士知道了因果报应后，便经常和家人一起放生，并且也不再吃任何动物了。从此，他们一家人变得非常和睦，也很少生病了。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不出去七天八天七天八天嘛，我是哪个地界的地地地就老婆子老婆子太太，这边给做了多久？就到东头做脚背，就到去了上头了，做了多少年？都老把咱俩不就给整个他妈用的这个地了，那三彩罗都得讲这地了，哪老当哪当没来这些个嘛？那怕不是把这帮红马可去了嘛的嘛？你说吧，这我们出去就聊不上了，这种长期不讲话的，还是就讲我在从这边坐在那边就老说吧的，是种东西给他出去吃。那专门不是说你老说黄生的东东要在哪去了哈？那当把主人都找得说，那当然就得看那个说，咱们人在哪，咱们去了当就得么六米，六米这里，六米的，十来个点的六米要的，这里得了了，就得么六的啦。这地不是那种，这里是绿的、油的、蓝的、油了的呢。这里地方错了，它，这里地方只能就跟着要结婚去了，朋友。实际上这地方错了，它不对，你地没落实。这什么嘞？这里地了地里的当咋回事？这要结婚要的，我不吃了地了，这吃了不是？十来年罢了，对了，十一了对不？十来年呗，十来八子，你这里就得看见人家了，叫到松阳这里，这个农民七十多，马子多，牛毛多，到七十多，你这里当然得看见，别人没人的西凉啊，我们这里，没家吃东啥饭，我这里接，他把这里说吧，这里采用出了，对南方的农村。这里中国拉萨把三年没交给东海，弄个有日子。这里待了几年，这里待他了这里，忙甚至就得说他了，他被屈辱，他被屈辱的话呢，这里这里人也不稀罕，这里人也不稀罕，稀罕这里嘛，稀罕的卡村人嘛，过来这里上哪当了？我这里生活有点地方的，你不吃进了啦，买了一次，买个做了啥来玩的？这里在哪说吧？干巴的啦，干巴上去种地的，别把的，干巴的啦，这里内部干巴长尾巴了，上去长尾巴别把的，人家忙过了，等于长期忙不开白的，人家他都干嘛的了？长期种地的，等于我说呢，等于大不了啦，去了那么的忙去了呢，等于俺俩你到那把长期去了，那把长期不等吧的，等于我是，等于这个就是都把小家头吧的，就这个生，这个送来这里，是有些地方的做能生做的人是生的脚大的人生大的人弄一个脚让生的那个脚的那个脚能生的那个说生的那个大姐当过的人就同样的人上去就送过来你把这样的人是拿了他大的就定呗打完了定呢就定把他这样拿个烟啊，
다 지성지 비서는 강 뜻은 내 봤다는 랑지 지시면 내 봤다는 거래 대 마음으로 첫 대응 거래 첫 대응을 뜻받지 않는 자세인지 그와 보성 속발제 그와 피바 른나 타투 랑을 피해 그와 보성 속발제 방부 출연 내가 그는 내가 이제서 그 말을 했지 내가 이제 이제 피바 른나 랑을 피해 그래 이제는 너가 땅을 라는 놈이 열렸어. 또 가리리들, 샘들었더니 동담고 대바 샘들아, 동담고 대바고는 니매왜? 또 이제 다다 너가 땅한테, 또 랑가 랑어 땅한테 또 랑가 랑어 땅한테, 근데 또 다다 랑가 땅은 영구요. 또 이다다 이제는 피바 주바지 내가 또 소리 타바를 내가 토바티를 이런 피마도 바탕으로 이런 사바탕이 비슷해 봐 이제 바다 추천해 봐 라소바도 바탕에 탑시 탑속 랑을 피해요 제가 내가 통해 탑하게 되어 토바 토바요 강제적으로 통단는 걸 해야지 랑을 랑을 피마도 바탕에 입에 말을 해야지 그 정도 그래 나이 있었나와지 출발을 해서 대외들이 나도 생쪽을 피해버려 했어 내 바지 한 마자 생기와 포송송과 제조 어떻게 기와 담는 게 아니야 성우 담을 가려야 되네 대외지야 생물단을 요래지 능력지야 생물단을 요래지 교통을 이외 남도 생물 용서도 다 생물 가려야 될 거래지 생물단다 남기 나중에 나는 가서 인지 좋아지 거래지 좁고 상지 인피세를 총수 소바르데 이제는 편식제나 랑은 편이요 에서 또 이제는 편 편이되고 랑은 편이 다 강해 가려서 편으로 내 이제는 편고 삼대나 저 랑은 편이 강해야 되네 너무 많이 나대도 그래 경제들이 나매 빨아 나 들이다다 나기 있으면 나와야 되다 出版的大一你是拿我开起来送来的呢这是托马上去做的这个送的圣经那么上街你是圣经从这个圣的边上是马卡达的叫做大的所以这里叫做结果的人呢这里边呢叫做这样的这里超过了吧这样的这里可不是实际上的超过了吧这里超过了吧这里差什么的大没办法大的送 这里的大的厂人，你要大城市的，大经济的，你超过你超过，怎么能不送？这这样好吧？咱们这，这里我主要是种的种什么？种，我那不忙了要做大经济种啊？种，这里的呢，这里就把这点送过，送你这里，就别给这上不拉走，种。 就这个就上不来了，就这个看的，这个就上中生命送的，他把上级就各种情况，长尾巴出个的龙骨拉送的，香港长尾巴的上中生命拉过来送的，这里马大伯多少是这个大金的送的，你莫把中送，这里送的这里，你莫把中级的里，然后这里打。 如果是说我们说的统计计划，就是咱们来的那么说，我们得到的统计是什么样的？这里就是说，我们是去长尾巴，这里得到的统计是什么？这里说说，农业上的没办法，要不然农业的，得到的这，就可能做这里说，这里的得到的，他妈的，这里就没去就搞起不了了。 这里大家看，这过桌的台板有嘞，过桌的台板有呢，过桌的台板的啦，当然台板过桌的有么子意思吧？
这里上街的用地址了，那工作怎么掉进来？这里那个当他做，那个处理的电话当他做上街光忙头发，哈可呢？你在那上街是掉进来，这里狼去人就工作要嘞，狼去是把他干嘞，这里狼去是把这，这上班的兄弟嘞，这里人不要那去去碰一下，这就到了到上树上面，送。这个上马镇经济人的话呢，各种上马镇经济的人品都落差的有嘞，人品都落得的嘞，你妈咋不嘞？不咋不嘞？当地的这里哪非常我咋不嘞？这个这里可是省级的，当地的当地人有我这这个当地那个超人咋不差上东西？这个抗日省级那个上级就我叫我不是准备这。我那个抓的看的是你他们当的上街人他这个吃我那个这么一大大大像这种我当我吃也没了你把这那是掌握了吃了这里吃差不多了差什么设备要做到差什么的那么现在这个我在这里当地的当地的当地的人在这里苦瓜茶有的人这里我的哪地的没不特可以过来的哪地的没不特谁都看过了来的他们呢等于不是说这样咋什么的瞧不是说在出什么咱们人上岗的都特别有人人呢哪地都特别有人这哪地都特别去的我们的马头把人这是长期中立的人农村的人品上面装的呢当地的人品也落到农药来是这次他们上面过了人家的大家的人落就告诉他人品落就我空的也是人家的落就告诉他大家的人落这就把人用了这些大家的人到底这家的方面这些的所以这些的人大家人民的逻辑嘛，他是等于当地的，习惯了。今年这长期种地这个代志呢，这长期种地这个当部长没说了，草上就杂种这个用地的新人，等于他把前面的人当部长种种的头几人，等于把这长没说了，草上就上把镇经济把谁招个过来等于，他不叫俺家马大伯叫俺家爷爷，等于上出生的下。这个上处这个算了这个上工本就把上结的上结的就他可以上处哦上结用的满了大一米地的上处大一米地的上处哦剩五年的了对剩个内容就到了空我把上结的这里这里那就到这里了这里上处就能上结的这里上结对了三十的马是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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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不见吧？我嘞，等于你说他在绿的城南啊，等于生意往那里，干啥？说啥？吃完了啥东？从我查我，等于用这东西那样子，肉没个水平那样子，这套就在这里，男女梦啊，我嘞，这个生意往啊，这套就我嘞，下到了把啥茶吃。主美国龙生那块去日中时期高中时期他们的身体就不差的有人对为了把各自上的就忘了但那有些刚才有那里不会出的人各自上的朋友在老了这里地上的身体他们一直就把这还好送的对对了对了他上着节目做把节目我拿节目他这些东西他这个东西一直就把一米吧什么意味吧对他总上去嘎子东大不得吧你说我的你我的那些你没有意思这是没来的话说这里
甚至我们都不敢说。那么南通以西从他的那么西班的那么西班的让给我的大街道了，就来了这里，我东方南方大了，这里让你杀了，杀东杀了的，我东方的话哈好去把杀我的，这里的大街的他同志啊，就这里一些的，我们通过搞的那些的，但不是困难也少啊，但是那些这个要的。我从说的你人了三年的说的那么难了那么记得我从说了三年的从说的三年了那你一直都不好好从三年的那你一直上从你的人那块切面吧生的那块切面的猪笼子就把你们来的什么东西生的那块的我的说好好了他打他们的他可以了哦他就快了这还不是这个对吧你是面的一起说这一起吧抓一起吧这一说个哈过了对对上街的上街的一起一起那里然后这一起那里对于那里你是怎么觉得这个是从我的车来的这个是怎么那里大部分都是干长的话这里下用的是没有站的对吗是中国这里嘛大地大地上大地有没有中间中间的有没有中间中间的对吗好啊多少中像那东西的啊大现在是你们一直也把它浪一上这样的一种我浪这里压着杀出城三处车道这里压着有的那个同一档等于他都上去出不到龙石岗那里有的马路了大地的路了这里马路这里多少路差一个哦托马你这个那路是吧你一直就把西路一直我有的你一直去把这大瓦的这里我这个龙岛的瓦的这里我们大瓦阿松这里那你们的做法是不是做法是不是那看看这个国际的去趟街上去这个人的做法是做法是让出这个人没别的切不是这什么的你上去的上的东西是什么意思的这样的话是把手腕的说上去什么上去把它东西的意思东方人叫西东方人，南河北大人了，南东方人得了，啥子吃药吧，啥东送的就吧，你看一下好，这两个城市得了这里，南东那边个忙活嘛，就这里吧呢，这里啊，南东那边个什么城南方大人吃，这哪得了，我东不去吃的，这一人要把人吃的，他这人一人。生个垃圾的，我懂吧？垃圾上的事情，当然嘛，这是人家那出大钱的嘛，他那垃圾的人家那大钱的嘛，这是城里人家得了多了，这里得了这里，这里爸爸今年这个小牛们到什么上面，说说让这一些主要把是，这里小的跑来的什么的，说说让个让这个这里提高一些叫做要来去，让个得了让个多呢。这里一直就有帮忙的这个那人的吧那不那这里要不然我就过了没有过了就这么哪里去咱们当时落了就要哪里去落可能让我到过边呢落可能让我落可能让我落可能让我一直这里落是吧那是那是可能把它吃大街道吗对那是让人给我送给痛不特别悲这个说别压药的这个说这个人上街头跟马来西别街头痛卡我也不悲痛卡我也不悲身内路垃圾都是压药的身旁的垃圾的得得得让我内路跟我一马接受你就问过这个像这个人身内路垃圾都是一张马力身不同的压了哦，
身动嘛，那么这当然要身动嘛，稍微好好说。我身不拉稀，我那就得了是。嗯，然后那路也把一把去，对了，然后去上街也把我把去，那个身子也是上街的，上的呢，那么他们就马的那么他们就上松了。街的身子能干着我，差着我。上街让你，身不让你，也得上街，也下死。那些上街一点，我嘛是一次。不是这个，那多去个人家工作多，那那嘛我都不得提。那多的人，我过了千万马街的。那么大街你马着把它提了提了提了，那多差了对上街，我过了千万马着把，哈过了这里，这里。我过上前面把这个那多吃到那边去做了，那多去过去，那多吃了的，也没把人吃了我了，那多吃了过来，这吃了不吃个的，地方也没地嘛，地方没地嘛，这乱吃乱都吃什么？这那多去过来把东拿走去，那是长期讲我嘛是那多去过来把东拿走去，马队用嘛讲东嘛人说，哦。甚至在路上发昏头，几个人那么多开心了的，对，就是马路上让你们这里，甚至吃了马戏团这里，吃了那那些这里，吸毒的这里，那些长期的我嘛，那么多去过一家同乡多，那么多的去过他的那玩去，对，我们就没动啊，就是动啊的。东岸的人就去到了，牛毛的人就去到了，东岸的这个江上人的，这到了刚才的牛毛把接来了嘛，牛毛嘛提醒那里叫这个要的，我不从前面嘛，这个牛毛嘛提醒那里叫这个要的，因为那都出个吧，东岸都那都出个了，这里我们叫来人嘛，用个这样子的，在了，省了一些。一些我啊，让你这里不是有送工资什么嘛？那个什么的，那多的出国了，到了这里出国了，我们在行啊，让你的吃不着了，中国要那个就是马地用啊，叫中国人的，哦，他那种地方的，那么多拉车头的拉上了多少高米，我这个人也是成那种地了。把这把那多地方刚下来了，下来了他就找了这里，那多平没吧？昨天的时候这里，看房子干嘛说把他说，哦，那多地方吃了那当家伙了，说的吃了不那多的人我吃了嘛，他们把那些可不生气的，这么几条吃一个了嘞，吃完在这里，两米几了，拖出去了嘞。多少个抗日那个村民这个来路了，这什么你别把吓好了，这里得了，得了多少个这里，吃了那多少了，吃了七八那趟结束，就这些这里，吃了还是你们把吃了，那没把多少了这些，他妈把个大经济呢，这科长那都吃了大经济了，这个民国人吃，你这个大经济，你这个。对你要得要得成对这个来杀对可能唱出别提到了那么出个人家不用马头然后那路也叫一把起来说这个那么吃住就两年的身体了这身体那路得了这个一把起来一起那路身体那路多了你身体那路的身体是那个上级的一起那是上级的一起你这上的那多就把他们接上，你这里一地上啊，这里点了接了那多一地的东西上不回来了，上上了这里点了接的了，这里把钱拿过来就给来给了的，这拿过来有的拿过来干的，把我拿过来你把设备用的也去，你把那这里的打那不就把他们接上了这里。你们说农业那么多改善了这些肉怎么样的哪怕人的基础上用下来的没办法用啊别提到了这里哪怕看人没双脚哪怕看人可能这套人没双脚要买的这些钱我的
这个哪怕偷偷买过来，对，大家，那边把他们了，马来那边说白了，几多一个钱，为了当俺们的就白了，你娃的都给你娃偷走了，就是，农民没把你娃吃饱嗦。对对对，但是你娃过午有农民当俺们的，他们你娃吃不偷去要买，你娃了这边农民就过有人，可能是别他的。你话冲了七八十，前面你话拖了十里头，刚你你话冲冲的多了，没做七步机，你这个，这个六三你话冲冲的拖，你第二说你用东西接来没吧？你来啥？你东西专门把用过来，别接到了，农民那边你话七步的哦，你都你话那么多嘞，你什么搞到了？这个，你，那种前面你话啥？农民没把地瓦吃饱，这是好久没把这个地瓦吃饱，好容易生不上去，这个什么日子，生不上去，年龄太大了，年龄太大了，这里得，大家都大瓦的，哈过，大瓦的苦瓦子，哦，当我吃了，你们都这些哈过，这里牛瓦子，这里的。农民那那多，你们搞的什么这些朋友过的，别在那里说民嘛，说白了的，我那扛着就那接水就那个现在那个就那是的，现在他就准备死了，这些朋友过的，那个什么那种包括，别人一些的，当时那个时候通话的死了，差的死了，这个这里，他那样啊，那多。到我老爸他们那些，老爸他们那些了，这里老爸那时候老爸人也着重了，这里没得不慎做嘛，这个这里实际上在气了的，我讲的。呀，那到的如果这个地方是说的，这样实际上冲突的，我讲的。这边别看了，这里这里，什么让你这边那路有我什么干涉？你还叫实际上的，两朝我冲冲冲冲一把的。这里这里一些没大穷人，什么什么的那么多的说，我哈过，这里老早人记着我了的，这个的地养着养着光，这里的光，这里太久了光，这里没了，养着养着光呐，这里的那多少人就在这里扎起来了，这里，这里你看是俺们吧，茶，这里提了南方的这一次把茶，你一说我干的这一次把茶了。这里，你说搞的这些话，这里出口商业这个要的，白菜在外头的，这你都搞的这些中国的，这这些的中国的，大了这里搞来的，在中国他们这里啥子种的也可以啊，看上王宝了的，他生了干嘛的？因为这里厂长看生产的人吧，这里的呢，王宝明白这些行业的，那几几个老七不要的，因为他们说说他爸的，他说说来就这里去接，对面什么东西就是，那他不什么，你那他不是女模子呢，他不是，那女模子我可以的，但是他身体比较壮实，你比较，身体比较壮实点的，就那么他们他就当时他说他的。说话的，这这些的运作是确实说不了，这些运作呢，这里这帮白人过去了，这里的那那，这帮人在这拉什么送过去了，这些他们讲了，这里第一就是这里，这些这帮土包他们讲了，这里啥叫什么垃圾，这里上百人听见了，这里那么多人羡慕吧。你莫把他们杀了，但是也是忘记了，这杀成这个烂子。这里多花草在这里，多花这里，那个十来个家伙在搞的，他们这里杀了个烂子，这大几把我这里他的，你莫一时就脱不了了。这别看嘞，没出干的这里，出出出就搞了嘞，说他个干子，这里没得他进来，这里不先得来了，关掉了，脱不了嘞。这没吃过干的，这我他们就吃不了，别的什么呢？这里牛毛把马这个染一个，这里牛毛洗了以后，牛毛的重量就刚到马大，这里牛毛把抓住过来，
这特别多人都干的，这个人跟他干啥玩过了没？他死了这边，这里老几人把死了，这打了双胞胎，这里跌了跌了跌了，他伤害了，啊伤害了跌了跌了他，啊他忙干了没吧？这里杀出成本，老几这里那个杀出成本，我就丢了几两洋，这里打了我那个生意打绿。这个我把他前面这个也这个出事有个要的，这上面在有个这里，那我他把什么的接人，接人说我要的，这里上要炸了的吧，那我肉子怎么不把他接了接人，这里炸了出发了，这里炸到直接就到八栋，这里这里这里他打要杀他，杀他，这个这里。那些人本身就这么大，那个债这么大，你这个男生这样，你到哪里这么大呢？谁要这样子，做他扎他的，这么他的，他那晚上吃了阿嫂，这晚上都吃了阿嫂，刚一点呢，他们就说呀，吃的比吃的还要那里，那要他的，我弘扬。我把他吃了这把大金一地没吧，这里你妈这把地下好什么就通的了，那你得把你这个落在那里拿东西拿东西了，这啥都没有的，这些啥都叫了，这老三啥都叫了，就都没有的，就够用了，拿东西这里炸了炸他就看着样子样子叫了，你炸了这里是这么这个炸，然后插到我从大老鼠把搞来了，这些是这个他妈的了，真的，到了开始就出来多花费多花钱呐，都别搞完没去了，那边没搞完没去了，还是，这他妈的差了，对的了，他东西这个地方没不搞的，对嘛，是这个地方他，忙啊个地方他可以的，但是这个这个地方他了，你把这身子这里，杀出生命不那么的对的。这里不到三十岁了，这个大地江苏呢，这多到三十岁了，你这里，中国的这个上海七九六九了，这里，这人了，这里八多，一八，早人不这里，这里了，这里这里，没人，你说个啥子了？这里，他他八多他们出国的上街吧，这人了，这里老国的上街吧。这里杀出生了，这里把东西把中国的厂家挖出，这里厂家搞什么工棚啊？啷个在这个，在这个这样那把在什么什么的？这里地道的这些他看着的，本子打的他们说设备买到了，买到个厂子了，这里挖了种设备，他们这里有的，这个那些就不挖了嘛，吃这个这里。把大买到上午的买到个用的，普通做法上午的那个用的还好用嘛嘞，特别这个这里这里他他买到个上午做了这里他他我说，下班的这里做完事出那个，他就到几点呗，没人干了什么的呗，你买到个上午的了，没有这个的买到个上午的，他啥他知道。这都可以的，上去什么，去什么，再拿什么，把肉给我对他们去，羡慕了。这可怜的人，那到了上午的，那到了上午忙的样子那里，你上午干嘛的对吧？你这里，这一个大国家，你啥都做了这样的对了，啥都不对的，对吧？对一个我要的，对吧？对一个那里这边一去的对吧？哦，啥种身体问题，啥地方叫得了去？哦，这里这边了，当地的都给叫来，多少从当地人下，三种这个种，三种这个种，三种什么家，不要他到各种三种什么家，哦，怎么这里来这边就去去了，他这我也得把这里接了，把啥子那么这里这里接，多过差了，这要不都控制不起来，啊，多过那差了，他这里可能没把这接接吧。对了，是那土匪要接触的，累积的把些那样的，干嘛嘛？为你的，可把他们就给我的，没见到了皮卡过来的，
那这的那对吧送给那里的里一直的对吧就不要一直哦当然现在他是他的那一个屁股上面落地可就没事了往往我就出来了上面落地了我打电影里一直的对吧对对了对了对了一直的对吧杀到了杀到我打了的等你买到个商务的他杀到了这你抓到了他已经一批一直接过来哦他已经批个老子就算出生了他已经三八单直接接过直接的抓到了你抓到这里这样的你上午的他你要接过来的他已经没得理他他没到的得理他的他他的他我说对不起你他的差别要的等于等于他中长期恐怕是没到上午到了差的这大概就觉得你上午牛没到对上路等许个上午之类的这长马的心就不长马了的你就去杀到去杀到去就别去了对这里没到我就我就这里没到他这么可能的对了这里这里没到的他这么多对不起你他们没找到了的对不起说长嘛我让自己去到了人数你没找了的你老子对吧他们对不起你能干一回对吧我去一回你是干嘛的当时都能给他的人这些是我们送的这里生命的我那么满足我那么长的让你看了不是谁给得到了人呢你没找的就他这里上去帮忙那个八九年了我的长期有了这里面到这个生活家差半个月过月的那个长期这么合理必要的那一月的得到了这里长期告诉我恐慌的那这就通过这里得通过了这里打得到得到了长期弄他这行业的这一段就找这个人没人没起来从这个老人把他听说恐慌的当中听到我送个月的当中这个我听到他开下火的雷就别下火就别说话没办法就别说话没办法忙着想忙着写那样就别说话没我就上班的经济的他说到了这些他到上街上去的农村到了我说南半有做过的地方他地方就他地方出去没见到了出地方开了就他在那里看家务去这个人就不活到了刚刚没做上这样子呢就人把人送了嘛就人把人把人老舅舅空有那里去出生了地了没人不去出生了马地了没人不去就我空有那里去如果了地了多少我切了我弄地吧脱离我地上的如果了地人就会有人去对到了这三种是经过三八的经营了对三八用的人八用三八用的尺寸用一人能把帮助没三八用的嘴巴用长满了这话光嘴巴光被那两个马蹄骨拨烂了对对恰恰有来的因为当地懂这个街道上都拿着拨烂去你拿着拨烂这里得到了你把他吃了说话了说话这样因为大声这个这里吃完了这里你考虑这里你要找个要的得到了这里得到了中大用地中大用地你看看了这到处过不了的活了个上帝给你把要的等活了个中考虑要的考虑中用地中的要找个要的我用地中考虑的要找个上班的你的用地也是有人原来不当出马跑马路说我上次有五次有人等个跑马路他已经拿身体了不住的那些人命的东西就把查着我要的你说的这命的东西就把查着我要的这边的这里活了的那这里这里有地上的中人就着我要的这里活了的主机也是呀他为什么被那个大人给可能那里他就这里让给老板说的那个康沙的哦让一个神经他们是马上上帝了嘛是
满足这个了，身体当时上不了那些。他们看了看不到什么，身体他这个半不是主动的，过那什么，身体他别做了，我的哪里他的要那，那个这里那，我做什么就是凶残的，这里的了。上次身体拿到那边了，等于那个当着去的，我弟不是从那里，等于连轮八七八的了，我弟不是从那刚来的了，来到了这里，他把这个面对他这里，我弟刚来身体他们就这样有的是，那个连在所有面的身体他们就这样有的是，在这里的人啊，那个上级的工棒啊，这么尖不是了，嘴巴有的是。甚至他们把他们的嘴巴用了那些，得了得了，再往这嘴巴里头又怕不变的说，因为得了得了得了，他当我说难得到我胸骨那里做，我说我早上没听过有的，我早上你打他打，我上级他人我的上级，大个老上级做你的送我那些，啊，他开始给自从的上级送人，上级送把人让了那些去了。妈的，上级身子干的，上级身子淋巴结也是，淋巴结干什么的？上级中间的啊，这地看都动大的，没那多的钢铁匠，甚至他的动作的，曾经那么干巴的，这咋他就干巴就，后面就那个多少嘛，我说他们去嘛，我说那样多呢，他都这样干，看动他们淋巴结也是。从他们地方的多过了多少种植物园里去，我们去上班的经济长出一片的落地啦，他的接上去了，一出去哪里爬上多的还活过来些，哦，这上就是什么他的哪里爬上多的那些，地下过来哦，刚要接不到了，这你那些是的身体他们的皮肤，我上地高呢。我们那边红军了，这个抗日胜利差出了三八层的，这个差出去了的，大坝上这个什么出发人就都有的，甚至二中、甚至他们这农民就都有的，这个甚至他们这什么落地的他，菜没把，三八菜没把他，这些菜没把进来进来，甚至他们差点有的，这个进来这个当上菜没把的，这个差点没有的，啊，这个甚至他们。这都是你不要呗，为了这个，这里他大哥说，看谁的，哪个身体我拿到了赔了没赔了，得贴上表来，赔了没赔了贴上结果嘛的，那个算不多的，就那个身体他就是赔过算的，就那个他的算了再大，上级中间这个身体他就赔过算的落的几把几缸来的，得为了这个。那个算不到的，就三级生的这帮人呢，就三级不到的，这一级不到的，哦，三级他这个到的，知道的样子有人是，这一级不到的，初级一级到的呢，我认为身体他这这都是一模的，老了当地的种的，扎手在那里，或者是一来这里，三级这边，初级一级到的帮的，甚至也是三级这个人吧，对面的这里。那不是皮子，你把那皮子过来吧。那个搞成你啊，等于哦，神经了，从哪到来了我来去？一年神经他们就查这些吧。那个老路的全能敲钟的查有吧？你这个你马上来来查我的意思呢？这到老多的这个搞成你吧，说，这个这是神经他们了，说这个这些财迷吧，这来这里，你把敲钟过来的，这说这个得到了，马上得了。你到处那点呢？这里得到了，你就到处这里搞上去呀，要的，得到了这里，这里这里，忙的呀，怎么？我这里打他打，我说，家里头嘛，学历上的，他那个地方什么？那地方也算落的，那个地方是人家房子，那地方了，爬过边的，哪里爬过来的呢？一个计划用那样的呢，那个你在你的那说法计划用的是，没手机他们的计划用的是，对爸爸的是，哦，一个大灯计划用不干的，怕计划了，啥计划用的，怕出外说了，都用的是，大伙说，
我真把他们的打土坡他们家那里插着我的肩膀去那三种那他们那三种的生日我就到国家各位钱可以进来钱那个位那个是就是当个位我请了家那么啪啪啪啪去吧就是当个那么真的当个没钱我妈的啪啪去吧就是你没钱了你老家去吧自己给他当个那么当个有人他管你钱了这样我说你嘴巴有人你这样子嘴巴就嘴巴的人你怕不变女人怕话的你用这些在那送人家的你到了怕不给的有的这套给他的人类吧激动就是你给的吧就是你就给的吧这个他们这里你把人家们是得把教训了好的他的人类吧这个呢各人类的人类就得把人类的送大去一笔一笔这个拿来就这些地方你认识从东南的地方从长江省的几块认识这个各边的送大去从长江认识哦就是生的过程这个跟你们这个长江上面这个是长江有的这一把的一把其他地方是那么多有的地方的地方当了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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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说了个人是送的到国家了送的就是查接送的这么人是别跟阿东阿东用这个我家谁让你写给我查接他们就送的这么人是另外一人是我呀特别刚烈的东大国对吧东大国对吧特别是一个不对大人啊拉的身上查接身上拉的身上这么人是这也大了这好可能对不对哦那么痛的那么快血统那样送他去带给我的那么送可能我再那么送大的药的那么痛的感觉我药的那么深埋我的那么痛的这倒好可能对那么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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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你准备洗了让你准备洗了这里让你洗了你拉巴的人生这个你会得别给上一把你但是这些拉巴也来劲这一段新的结巴也来劲这些的拉巴的话我就把人说把你这些到了两年结果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羊羔报恩。民国年间，有一位沿街说唱的艺人阿和。他从小便双目失明，只能走街串户讨口饭吃。喂，瞎子，别过来了。对啊，别靠近我们，不然打翻了我们的食物，你可赔不起的。先生小姐，你们在这里野餐呢，真不好意思，我立刻走。朋友，来吃个馒头。谢谢，谢谢，您真是个好人，
心善终得善果，我帮助了你，自己也会得到福报，所以你不必这么谢我。啊，这个世间真的有存在福报善果吗？当然了，善恶终有报的。如果真的是善恶有报的话，那为什么那么多恶人活得好好，而我什么坏事都没做，却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你知道吗，前世你是一位酷爱吃鱼眼睛的富翁，一生吃鱼眼无数，所以今生才会变成这样。老人家，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曾经有一位僧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要今生你多多行善，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难道我的眼睛真是因为前世的果报？经历了太多人间冷暖的阿和，渐渐的也开始相信因果有报，他开始尽自己的所能行善积德。又被我们抓到了，给我狠狠地打！可恶的小乞丐，竟然又敢来偷我店里的烤鸡。老爷，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求饶也没有用，我今天非打断你的手不可，看你还敢不敢再来偷了。给我狠狠地继续打他。不敢了，饶了我吧。那边是怎么回事啊？一群人在打一个小乞丐呢，好像是那个乞丐偷吃了他们店里的烤鸡。哦，喂，你走远一点，小心被打到。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呢？哼，这不关你的事，你这个瞎子，走远点。他偷了我们店里的烤鸡，你说该不该打？那只烤鸡的钱我来付好了，你们就放过他吧。啊，好吧，如果你愿意付烤鸡钱的话，我就放过他。给你。好的，既然这样，那今天就放过他吧。要是下次你还敢来偷东西吃，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小朋友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呢？谢谢您，我没事。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去偷东西啊？如果不是饿得不行了，我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偷东西。是啊，他如果不是饿坏了，怎么会冒险偷东西吃呢？来，你拿着，以后饿了就买点东西吃，可千万不要再去偷东西了。啊，谢谢谢谢。阿和，你干嘛把钱给那个小乞丐啊？很多学佛的人告诉我，这辈子我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那都是前世作恶的果报，所以我想在今生多做一些善事，修一些善果。怎么，你还信这些啊？是的，我越来越相信果报了。好吧，希望你的善举能够得到善果。爸爸，难道非得卖掉他吗？哎，我也没有办法，你奶奶生病了，需要钱来治病，家里也就这只羊能卖点钱，不卖掉他还有什么办法呢？小羊，对不起，你到了新主人家里一定要听话哦。你要卖给我的就是这只羊吗？是啊。这只羊又小又瘦，杀了没有多少肉可以吃的。啊，爸爸，你不能将小羊卖给他，他会杀掉小羊的。小家伙，大人谈生意的时候你不要吵，不要插嘴。我不会让你将他带走的，爸爸，求求你不要把小羊卖给他。孩子，他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我们现在急需要钱呢。小家伙，快闪开，目前是我出最高价的。不，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好吧，若有人可以出更高的价格，我就愿意放弃买他。爸爸。孩子，爸爸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可以把小羊卖给别人，让他们养着，干嘛非要杀掉它？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呢？求求你不要杀掉它，求求你了。当阿和得知事情经过后，再一次心生怜悯，他掏出比屠夫还多的钱递给了那对父子。啊，你知道那只羊的个头有多大吗？你怎么愿意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只小羊呢？我在乎的不是这只羊的大小，而是它的生命。好吧，那我就算了。儿子，这位叔叔买下小羊不会宰杀，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快快把小羊的绳子给叔叔送过去。嗯，叔叔，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他哦，这只小羊可是非常通人性的。小朋友拿着，这只羊我送给你。啊，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哦。叔叔，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了，我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养一只羊呢？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下它呢？您也不是有钱人，这笔钱对您来说也是个不少数目啊。没错，这笔钱的确不少，不过幸好我有这些钱，否则我怎么能救下这只小羊呢？而你们用这笔钱又能为家人治病，这笔钱花得真是值得啊。勘探人心如铁，终日杀生造业，他身滋养你身，心上如何忍得？为人若遭疾病，便去杀生造业，你愿身体平安，他岂该恕在劫？他真是一个好人呐，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的。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冬天来临了。在这个季节里，凭借卖唱谋生的阿和生活得非常艰难。好冷啊，这么冷的天哪里还能讨到钱？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吧。好冷啊，手都快要冻僵了。哎呀，不好！所幸深洞堆积了一些厚厚的稻草，阿和才安然无恙。可是这深洞处于荒郊野外，阿和喊哑了嗓子也没人听到。救命啊，救命啊！大冬天的谁会来这里呢？我还是省点力气吧。好在这里面温暖避风，否则我就是不饿死也会冻死。阿和在深洞待了整整两天，他随身带着的食物已经都吃完了，如果再不能逃出这深洞的话，就只能活活饿死了。求菩萨保佑我，求菩萨救救我。儿子，你干嘛非要带着小羊来这里啊？因为小羊喜欢这里啊，以前我总是带它来这里吃新鲜的嫩草。可现在是冬天，这里哪有什么嫩草啊？哎呀，这里好冷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小羊好久都没出来玩了，这段时间它总是在院子里叫个不停，一副很焦躁的样子，所以我才要带它出来走走。我只听说过遛狗遛鸟的，你倒好，竟然遛羊。嗯，小羊，你要干什么？它这是要干什么？快追上它，别让它跑了。羊掉进深洞里了。哎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爸爸，你快来啊，这深洞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哦，真的有一个人呢。儿子，快回去拿绳子来。就这样，这对村民父子将阿和从深洞里救了出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我非饿死在这里不可。救了你的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当初如果你们有花钱救下这只羊，那今天它也不会掉进深洞里，我们也不会发现你，所以是你的善心救了你啊。
行善得善果，看来真是如此啊。